有石头就不敢卧倒了吗？前面有石头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有。站好。我不是为了保存实力吗？卧倒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地上有点石头没什么。去。不错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听口令，不动。起立。你手都没挨着地，走。知道怎么滑了吧？知道。再来，走。好，所有人都有了，起立。哎，不错，起立，大家动作很快。现在有敌情观念和敌情意识。袁弘，你又动什么呀？啊？脚上牵了一个吃过的槟榔。谁吐的？不知道。为什么沾你脚上了？跟我有缘分。那你也跟他有缘分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怎么办？我不能把他吃剩。对啊，那你做几个俯卧撑，对他表示一下亲切吧，好不好？快！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在训练场不能随意乱扔垃圾。记住。